挑战来频道。今天呢，真的要做什么呢？看到这个环境，没错，我今天要找我们啦啦队女孩开房间咯。哇，这么嗨哦！为什么要开房间？就是要那么嗨，因为真乃一直路过啊，都听到人家说开 party 都要来一种什么 KTV 房型，然后又可以泡澡浴缸的。我就想说，奇怪，我真的好像没有体验过，就是 KTV 房型跟泡澡浴缸长什么样子。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今天要约一个啦啦队女孩，跟我一起来唱 KTV， 然后又可以泡澡。那想到 KTV， 我就想到一定要邀请我们队上的美声担当一起来陪我一起开箱今天我要入住的 motel。欢迎我们今天来宾金贤。今天的穿着很不一样哎，你今天好气质哦！是为了真乃，因为真乃直接在那个LINE说，请穿性感服装，性感时装，然后性感泳衣。我说哇，我的衣橱里面好像没有这个东西。对，那星雪还问我说性感时装，什么性感时装就是有点事业线的，像这样子有没有？有性感哦。我今天要把它带出来。有。我平常你说今天要把长辈带出来吗？丢家里。我平常把长辈丢家里，奶奶放在我的床上之类的。No， 我们今天要唱歌没有错，嗯，但是我们要把歌曲全部都用台语翻唱。所以我刚才说。代志无遮尼简单哦、oh, ，哇！星雪，你平常是讲台语的人吗？我是感觉我台语应该是 very good。等一下呢，就是我们志文说，我们等一下就是输的人就要穿比基尼泡澡，就是帮观众谋福利。制作人评分吗？制作人你跟制作人是不是很好？会不会有交情？他会等下三把全部都归你那边。我觉得制作人是可能观众派来的，就想要替大家谋福利。你要公正哦！我跟你讲，我是天秤座，就很严重。我都没有看过，就是星雪比基尼泡澡，大家想不想看？超想看，对不对？我超想看，这个要为这个频道直接奉献我的所有了。Nice。好，我刚刚已经帮星璇点了。星璇平常在球场上，大家平常最常听到的是什么？慢慢等。但是台语的没有听过吧？挑战看看。慢慢等的台语。慢慢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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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伤心的变成。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台语，台语，台语。惨烈，刚刚的台语演唱之后，真的相信蛮惨烈的。战况其实蛮激烈的吧？因为我们两个都唱了2266，一样烂，一样唱2266。我们请制作评分，制作，噔噔 ，judge， 耶！ Yeah! 没想到这么烂剧获胜了。至少刚刚星璇他还唱出了叨叨噔叨叨噔，对不对？就是我想办法没有唱国语，对，你刚刚最后，我刚刚也不知道我自己在唱什么。好啦，这一局是星璇胜出。Yeah. 我们进局第二 round， 要选什么歌？选之前我有听星璇唱过的那个陈洁仪嘛、啊，喜欢你，喜欢你。哇，你都挑一些我在球场唱过的歌，你叫我压力山大。表示我有认真去听星璇唱了什么歌？100分。对，盖里。好了，制作不要再搞我们了，我已经唱了满身大汗了。这一段我们来进行评分的阶段。我刚真的已经开始冒冷汗了，有不想预感。制作评分，盖里。制作，我要选盖里。哇嘛哇嘛，耶！平手怎么办？平手都不用穿，平手都不用穿。
穿吗？哦，我说都不用穿比基尼，加码再一首清唱哦，要再一首清唱，再一首清唱，半日不落好了，那种蛮轻快的歌曲。好难哦，星雪，你示范一下这首是要怎么样？当妈妈当 A 是胸部爱剪，你也会意外。那就是。好了，我们直接认输。好，我们直接认输了，我们就直接认输，穿进入惩罚桥段，我们去换比基尼泡澡。好啦，我们今天谢谢星雪，谢谢。
如果你会开始相信这般